陀佛，那个南无，就记得我了。阿妈姨，啊，我是基隆，啊，我在基隆坡，啊，我的上仙，我可爱的上仙，我最爱的上仙是，啊，又啊，我们三位方的，真的太好了，啊，我这生人到这把年纪哦，最后的一层哦，也是得到很好很幸福的一个大礼物，啊，我称为这条故事。天上掉下来的裤子，为什么会这样讲呢？因为它真的很神奇啊！我是经营美容行业已经40年了哦。然后我有时间我就去修读那个中医的，因为为了照顾自己身体。像我去年的时候呢，就4月脑中风，哦，脑部中风做手术，然后10月就心脏。11月，哇，那个胃里面哦，哇，长了一个宝贝，5cm 大。医生还讲，我就要去旅行回来先哦，不知道红多个修哦。后来医生打电话来，不能了，安迪，你要下个星期马上要做手术了哦，太大力了，哦，怀疑是 cancer， 很怕，哇，怕了很久。这样，然后就一把年纪哦，就做6个月里面做了3次的大手术，不简单哦。你看，做了你最伤心、最难忘的一件事了。得到鼻医的好处也是最难忘的一件事。好，你看，以前做义工的时候推人家，几轻松几快乐。哇，被人家推的时候哦，眼泪啊，肚子里有哦，真的要男女生为老啊，哎呦。不知道要做到几时才能站起来，坐立不安，吃也吃不下，因为刚才我们的 Iris 讲哦，身体的血液循环不好，生病，所有生病的人都是一样的，那个气血啊走不通啊，哦，所以血液循环是最重要的，全世界最重要的东西，所以人家讲批评这条裤子很贵，我是不赞成的，因为我自己亲身体验。有些人访问我那个时候我这条裤啊几个星期才拿到哦，我女儿买给我，然后我穿了第7天，因为飞机票订了哦，第7天我就穿了这条，才穿这个裤子订了3个星期，穿了第7天哦，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裤喽，整个身体哦，血液循环倒好哦，我是24小时穿的，所以有病的人我鼓励是这样啊，我自己的身份是这样，哦，不知道你们穿几个小时了，我就24个小时了，真的。那时候冲凉都慢慢一下家，哦，冲凉我都冲了，无尽感，去厕所都要人家扶啊，讲得很不好听，真的，有病才感受得到，哦，这种痛苦有钱也买不回，哦。这样就一个星期过后就去香港的 Disneyland 哦，欸，你看白猫啊，比那个吗，我的朋友没有，有没有搞错啊，一个星期前讲你去进医院做手术，一个星期之后喂刚精神哎，没有吗嘞，吃什么啊，圣诞啊，啊什么都敢吃，很多好友亲戚朋友看到我的时候很多中药的东西补的东西给我，我哪里敢吃，你们可以照顾你敢吃啊，那里东西是不好的哦，你割了那个根等一下生回来摆开了咯，什么都没有吃，穿裤子啊，穿裤子，神哥说有了，神哥说啊，穿裤子最重要，神哥说有时候不会想回去吃，没有耐心去吃啊，哦，只是穿这个裤子7天就降精神，感谢我们的裤子，为我形容稻香，我最高兴的就是，在我有生之年哦，机会也有时间，我的晚年可以享受到 B1 的家庭文化的生活，我最高兴的这一点。第二是这条裤子跟我们的公司所有的产品，我已经全部吃完，啊，所以产品是一流的，一级棒的高科技。尤其是很多顾客啊，我讲多一点点啊，很多顾客，哦，有些人讲很难入手，这条裤子800多，
在哦，我很成功一次，我很高兴哦。这么多顾客之中，有一个跨新界哦。我讲的这条裤子给他听的时候啊，一直问我价钱，有没有试过你们？你还没有讲完，一直多少钱？多少钱？多少钱？如果真的再问下去，我就不讲的了。我今天来不是讲你多少钱的价钱，我把宝贵的东西救了我的生命的，散播给所有的人吗？你是我的好朋友，一直讲多少钱的我就不讲。后来我讲完的时候，因为他有买那个床啊，20多千的床哦，哇，家里很厉害的哦，什么都有哦。啊，跑去厨房那边哇，保健品这么多，啊，什么沙拉什么都有，啊，就这个样子，啊，然后他就他一直问嘛，我讲完了，好啊，叫你拆这条裤子，哇，我拆呀，不是要7-8千，哇，几高兴啊，我成功吗？成功，希望你们也可以咯，他会不会不买呢？哎呦，咁平啫，原来。是吧？因为他知道他的价值。我们介绍人家东西不是为了赚几多钱，这个裤子赚也是不多的，真的。是变好心，有时候吹油都赚不回呀，是不是？哦，看到你正常了，开心了，有胃口吃，我穿了这裤子3天就有胃口了咯。我一直3个星期什么都没有吃到啊，一直吐啊。那风胀到这边这边这边极辛苦啊，当初我以为我听说啊，很多顾客相信有这个心理，我开美容院吗，听说我的顾客一直推荐我，人家也是送给他的，他都不知道是谁的，听说这条裤子啊中风都穿了可以走路的啊，哇，也是我听到也是不行，也是讲很夸张，正常的吗？没有接触到不了解吗？哇，真的很夸张。通常我们中医来讲啦，好像我这情形哦，要改善啦，哦，可以1个星期走路啊，吃不下饭，连放屁都没有资格啊，放不出啊，穿了3天就会放屁了。那还有一点哦，然后啊，吃很多药嘛，做手术又掉啊，又吃啊，哦，小便的时候自己我们体验产品的。小便出来全部味道胃啊药的味道来的，毒素排到完，所以减肥为什么这么好，减肥是毒素很多，我们身体好，我们公司也做减肥的，很多毒素它不但给你瘦身这么简单哦，瘦到极美你知道吗，我以前虽然是不错啦，这样的年纪哦，啊，这边啊一定有肉的哦，活到70多岁没有啊，这样瘦都有肉的，有的，可是啊，穿这个裤子啊，2个星期这边背后的肉没有到完，很美的，该小的就小，该瘦的瘦，啊，不该瘦的不会瘦。放心哦，放心去 close， 这么的好的消息，一定做一种善事啊，我们每日行一善啊。福报自然会找到你的了，找到你，啊，所以希望大家用心努力，他整个身体的，这个是整个身体的，好过你睡床就有效果，不睡就没有了，你穿住它，随时随刻，无时无刻的 ，OK， 谢谢各位，祝大家健康。